啊，既然系统判定这么不准，我们今天比赛就算了。怎么算了？打就算了，就算了。2-1耶、欸。没有就算了。哎，没有啊，2-2啊。我第一、啊、我第一把卡利也是 MVP， 你忘了？没有，第一把不算了。你刚刚说又不算了，又不算了，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没有吧？我有说吗？我有说是从那一场吗？是吗？有，我错。哎，我们没有，我没有录音。我说，哎，刚好啊，那个都不全面不算，我们从这把开始。你说好啊，有录音哦。我观众哎，坐这啊。是吗？是这样吗？是这样。好了，反正现在就是2-2。明白了。现在是2-2了。嗯、没有有一把你就故意在那边给我故意一直送头拖到后期，故意什么？就你一直就你一直过去送，那把明明就我 MVP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抢这个干嘛啦？不要乱干！挖墙，看 RP 啊！你们是没事没事，跟你讲，拉兹没有一拳超神，拉兹都玩的烂。最好是的，本来是有一拳超神的拉兹才是强的。确认，我延伸。你看强的拉兹。哦哟，又是那个塔拉喷完了啦，又硬邦邦啊，又是鸡鸡硬邦邦，我不想打了，好烦哦，每次都是那只角色，因为我原本想要玩他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艾莉。摩托罗，摩托罗啦。哈哈。怎么看都有点笨。哎、欸，我觉得现在莫托斯真的不错哎、欸！啊，完了，叫艾阳他暴打了。你怎么感觉我们？哎、欸，我们要不要抢灯啊？我们要抢。怎么感觉输了？白痴啊！要从万能角啊！没事、欸。可是其实还好哎、欸，塔拉凯撒的路不错。哎、欸，对、欸，他不是辅助，那就还好。塔拉打兵根本就是艾里的洗钱机器，他打辅助超强，但打辅助没有一个什么那个什么害呀，真的是哇打不动了，超白痴。现在墨托也是这样，甲虫带刺杀还是精灵？有人在问，哎，必杀，大家现在遇到黑鬼。这名字太地狱了吧？没有没有，这还不是最地狱的，最地狱的是我之前看到有人名字叫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在八仙遇到熟人，靠北啊。超太地狱了吧，不行哎、欸！应该还在，还没查。No no， 真的是把地狱梗当玩笑话。No no， 真的、欸，这个可以跳舞，哇操！哦、啊 nope. oh, ，哦、oh. oh. ，哦，我擦会，我看零六拉三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对面的配置好像怪怪的，是哥德的兵线。嗯，对，嗯，是他还在忍杀。我的缺人锅延伸呢？啊，他在忍杀。他这么装吗？拉兹没闪的，是不是？哪有？拉兹有闪啊？都是056拉闪呢、啊？他是说那只吗？不是拉兹闪现吗？拉闪、啊，拉闪是这样简而有力的。不是拉兹闪现吗？我以为他的那个拉是突然多打，你知道吗？对对，他是黑啊，对啊。黑呀黑呀，对不起啊。定爆他，什么意思？重头啊，什么意思？在地。看到这卢米亚没？跟鬼一样，抱歉。我的甲虫没。你的甲虫他妈不知道整场不知道在干嘛的、欸，又定到，看到没？刚刚在跑没？你看到这卢米亚没？战况谁在掌控？谁在晕的？谢谢。我各种晕。哎，每一次第一波这个魔龙战，我都是关键的那个 key play。确定？还不玩呢、欸？你看，哎、欸，有一把是这样，我直接克里希二进去。你看，又各种定，然后给你收头，有没有看到？你不要被，你不要，你那是什么操作？我加进去啊！不是，哎、欸，你是他妈，你是战地风吗？你以前的操作应该是会往后拉一下再往前吗？没有，我都是一
硬干的。哇操，那妈对面那刀都举起来了，还一路，哦、你周杰伦哦，余香飞耶，有古龙耶，好好出哦，越出越好出，感冒越舒服。没事啊，对面不敢跟我们碰团呐、啊，还敢啊你？ Nope. 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救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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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救一下，救一下，救一下。对面不敢跟我们碰团。救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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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一下。对面打团灭很强。不是，是因为我被控到了，我位置差太差了。这个球棒。刚那个位置是我没拉好，不然我应该可以控制整场。我是控球后卫，好吗？我现在这把很简单。那个大棒棒进来，我们都要跑。就是控球后卫。中兵不要给我洗掉、哦，还没。哟，我靠！啊有哇，无情换血，直播换血，可以说跟大便一样。抱歉，不是故意。哎、欸，你不要去送头。送头？不是看他正在。哎，懂你哦，哎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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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，好玩好玩好玩。懂牛懂牛，我喜欢。香味对。啊，不意外。被拉至半残，没得打他。看一下，还想回家？哎呀，龙都被偷了。哇，打得真棒！很快退役。卢米亚有 bug， 你知道吗？有 bug。我不会耗魔，真的？嗯，他们买第二个就不会耗魔，哪有？有，之前改了，丢第二个强化，丢强化的不会耗魔，是吗？他没写啊，嗯，有吧？哎，妈的，他妈的，控爆喽！哦，你看我这个控球后卫，因为你他妈只会往后走。我的控球后卫真是控好控满，你怎么还是死了？如遇上你，离开有你的季节。回城，一滴哭啊！哇，他差点死欸，我都已经算好那时间了。回城看商店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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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！帮你拍掉，再拍掉，再定到。控球后卫。这个人是纸尿裤还是射术者？我操！你不会夸奖一下我是不是啊？欸，你不要被一只路人害阿秀哦！名留青史。那这中塔没有人要守住。我们聊天是特别的安静。大家在看你操作啊，你那么强，对不对？你每次当家打野。嗯。哦，零胜七败的男人，哎，我零胜七败，老板对吧？一胜七败，哦、一胜七败，哇操，还敢讲出来？哎，还不是赛门最惨的吗？有零胜十四败的，我只记得有一个是连两季没有赢过一次的，对，他们那时候的状态大一点，真的、哦，真的。那我都没追，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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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时候他们求我去，就是那个他们的总监嘛，他三不五时就打电话给我说，那个你有没有空来啊？然后什么什么，就是你太强啊，怎么办？有没有空来啊？没有，你知道吗？他们那时候就是想要创那个记录，你知道吗？连败记录，所以才找你。快点快点吃，快点吃，我在帮你们控球，快。那时候我已经去别队了，他们一直问，然后那时候我离开的时候，他马上问我说：“哎、欸，那你现在有没有空来的、啊？”就你后来就是卖屁股，控球后卫，对，盖瑞，
干嘛干嘛干嘛？你觉得这样子可以打到我吗？他跟我讨论了很久，他问我说：“你觉得这样子是可以打到我们吗？”要不要去我的来我家拜访一下，他太主动要来我家拜访一下，又顶到，哇！歌德尔整个被我预判中的预判中的预判中的预判了。下兵，带一下带一下打野，带一下下兵，谢谢。打野，带一下带一下带人下去啦。等等等等等，阿仁啊，红包。他好像请我吃狗屋吧，还是什么的？请到吧，应该是假的。按到商店了啦，去不了啦，有病是不是啊？咱们继续试一下。我一如先辈，我觉得还有阿三呢，你怎么看？救我一下，救一下，救一下！我来救你了，我来救你了，拜拜。救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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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一下。抱歉，控烂。海派，海派不是一间酒店名吗？是吧？听起来很像。哎，我第一名，谢谢。我 MVP， 抱歉，出事了，谢谢，谢谢。还是不是刚送那一波？卢米亚31%，谢谢。哎、欸，这场不是2-2，白痴，这场怎么看都是我吧？对呀，怎么看都是我、啊。你自己拉回放，你那个会战每一把都是我在控的，谢谢。哎、欸，大家看一下那个名牌在不在？我各种卡，各种转，你自己回去拉。我真的是没有在跟你开玩笑。在八仙。不见了。我看一下，海派是他改掉了。海派是酒店吧？他没有改掉哎，他不是这个。海派是酒店。你知道？你都去那种地方？你想这个名字好色。这一方都去台中知名酒店海霸。唉，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对啊。我很失望。